我倒是林佩吼，先读一下好了。这个是咧，哎呦，观众朋友要感谢咱这个超级夜总会佩。哦，是不是请可丽姐念一下？碰哥、顺哥、可丽你好，我是超夜的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，在这边谢谢前辈哥哥姐姐厚爱，我要来谢谢超夜为我妈妈留下了美丽的身影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是这样的。我跟弟弟在今年九月中时送走了我们最爱的妈妈，但在去年我有因为爸爸的事情带妈妈来点歌，谢谢超夜，这样我们还能在节目中怀念她。其实今年一月妈妈就检查罹患了癌症，但在与弟弟的努力之下，妈妈已经逐渐康复，只是妈妈觉得身体变健康了，就想要回去工作，却在一次工作中倒下，就这样离开了我们。虽然不甘心，但我们欣慰的是妈妈并没有受太多的痛苦，从进急诊室到放手只有短短23个小时。我们知道这是她要的，因为爸爸中风瘫痪，妈妈知道照顾病人有多辛苦，她不想我们那么辛苦，所以千叮咛万交代要让她好好的离开。虽然真的很痛，但因为我们够爱他，所以能舍得。我跟弟弟还做了一件美的事情，就是把妈妈的眼角膜捐出去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跟弟弟都希望有人能透过妈妈的眼睛继续看这个世界。星期天就是妈妈的告别式了，希望当天顺顺利利的，为她也为我跟弟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超级夜总会真的带给我很多成长的地方，能跟三位主持人一起工作更是毕生的荣幸。最后祝福三位主持人跟超夜的观众都能阖家平安，也祝超级夜总会7周年生日快乐，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影响超夜下一个7年吧。啊，好感动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了哈，以前我们都有到公务表到台上来好吗？你要那对于超级夜总会，要不要跟公委会，对吧？你下里推来对。孟哥好，您好。一直要顺哥好，诺哥好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还有，好，金姐好，加油加油。就是我其实因为因为其实我跟超夜也做了，就是也没有，也有2-3年了，然后就觉得很谢谢你们，就是平常的相处都觉得你们是很棒的艺人，很棒的主持人。然后因为就是其实这边是我们家附近，所以我都会，尤其是妈妈生病之后，我们都会带她就是。在这边走走走走走，就是这边，就是这边。然后我可能走，有时候走到秀朗桥，有时候走到华中桥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地方。所以我下午其实有过来，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天啊，完蛋了！我就觉得，如果因为他如果还在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我可能就跟大家一样在这边忙进忙出，然后淋着雨，然后妈妈可能我就会叫他。把他拖过来跟我们一起看超夜。嗯，谢谢你们，就是谢谢之前有来带妈妈点歌，然后就是还有留下一些她的画面，因为她有说她很开心，就是还谢谢我们，还很谢谢我，就是带她来这样。然后有，因为她也知道我做节目，然后她就有时候她就会看，那就是她有跟我说，他电视上看到我的名字跑过去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那是你的名字。”对，所以就真的很谢谢你们这样。嗯。来，郭丽姐哈，家里人真的好心。嗯。其实你不要难过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其实妈妈只是换了另外一个方式存在了，她并没有消失，而且她现在没有病痛。你要祝福他，真的。OK， 嗯，细节心情当中也当了解，孙啊，用一个歌来送我这两个少年家。我感觉，因妈妈今妈妈在遮看，
你天天送伊对只鸡，我感觉你头仔讲迄个代志，我感觉就真感动。咱做个人真很幸运，咱会当用画面和观众朋友看到咱，咱的厝内人也当看到咱。真侪工作人员，伊的厝内底人拢是，等最后节目播煞，迄跑马灯顶头走过，迄是阮囝的名诶。嗯，好，加油！我让来唱一个叫阮的名，大家一起把这个名字叫出来，好不好？谁唱？一起唱。董恰恰来唱，好，我唱。掌声欢迎董恰恰。谁会叫阮的名？一句每一句听。亲像在问阮敢会惊寒，无需要别人来讲，阮心内嘛知影，是你的声，是你的声。上大的阮的梦，一段就一世人，上惊日头的将来。虽然离开几年光，阮永远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。叫阮的名，阮用一生深重听。当初世间袂有好的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。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作伴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和阮行。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牵阮行。你们两个不要难过，妈妈会永远看着你们好好的努力奋斗，加油，好，好，谢谢我们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两位，请加油。